我的小青蛙呢？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赶回去了。你现在这是在色诱我吗？你赶紧把衣服穿上。我就是为了色诱你才视频的呀。你赶紧穿上啊。好了，睁开眼吧，穿好了。你骗子！好吧，这次睁开眼睛吧，真的穿好了。工作一定很累吧？还行。饭有没有按时吃？有。觉有没有好好睡啊？啊，失眠啊？想一阵。你不用老想着我，咱们俩才分开多久啊？我说的是想小孩。哦，对了，小韩妈妈这次好像真的生病了，我打算明天去看看她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告诉我。有电话来了，挂了。嗯，好。